よっこいしょ。できてるかな。だ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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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あれ？せなりや。よいしょ。どいしょ。タ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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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タ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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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タ谢谢送我晚安签到，方福大叔晚安，耳环好特别哦，我好久没有戴耳环，今天就戴了这个。卡丘晚安。走在回家的路上，你没有下班，再总会失望，恐怕痛苦也不遑多让。谢谢送我康乃馨，感性康乃，母亲节礼物呢？好像第一次看到。叮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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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才有的，邮箱要怎么过母亲节？我们家的话，之前的话，我画我妈妈的脸。等一下，就是我画我妈妈的脸，然后还会那个给东西，买给东西，买给礼物给我吗？谢阳晚安，卡丘晚安，我还在回家路上，等到家再会来看。好 ，OK。电城新鲜柠檬晚安，吴亦凯晚安，钢铁韩粉晚安，郭一爽晚安。谢谢送我感谢康乃馨。那你们台湾是怎么过母亲节的？跳个舞给妈妈看。这个好奇怪。中空的晚安。去年的话我买给他好像是化妆保养品。对。苦味原来晚安，今日的美国都在那里，真的吗？谢谢。谢谢叶雨穿什么送我看美西。如果我来了，加古文晚安。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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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哒。我们家都是吃大餐哦。谢谢送我告白气球。晚午好，哪里可以买小哥？今天呢、哦？今天吃什么？煎蛋、白饭、味噌汤，还有吃鸡胸肉。方维信说：“我看奶昔，玉渊晚安，阿森晚安。现在是不是？现在是不要有 TP 新的节目在播？真的吗？是哪一个啊？我怎么不知道？可以告诉我吗？阿森晚安，落日一笑晚安，桃花哥晚安。”
IP Lab 谢谢送我 Kiss 啾啾。放下你的偶包哦，怎么觉得有听过？那我应该没有看清楚，对不起。谢谢送我守护女神 ，Thank you， 阿里哈多。晨晨晚安，卢卡边缘，对啊。小易，谢谢送我康乃馨，我是边缘人。影片还没上架啊！哦，难怪，难怪我什么都不知道。嗯哼，加速晚安，こんばんは。一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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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我坐后面一点。Happy Love， 谢谢送我 Kiss 啾啾。林国晚安，今天又要画画了吗？今天吗？我还今天想跟你们聊天。哎，谢谢送我告白气球。哎，其实我蛮想知道什么木宝箱，木宝箱有分什么 A 级还是啊？啊，谢谢送我杂志封面照。木宝箱为什么有分那个等级？谢谢送我心之冠，ありがとう。哈哈，谢谢德全送我告白气球，谢谢。一小，看一下哦，跟开福袋一样，有不同礼物。托鲁酱晚安，谢谢送我贵族玫瑰 ，B 级物 ，A 级不物 ，S 级大钻。哦，原来。都是一样的那个价钱吗？婉柔晚安，还是什么 A 级是同宝，什么 S 级是？今天是到9点半还是10点？今天是8点开到10点，10点两个小时。婉柔晚安，こんばんは。宝箱是抽奖的，有赚有赔哦。原来没有来，我想了解这个，是因为我就是，哎，爱吃荞麦面的薰晚安，就是因为呢，就是上次好像有什么樱花的活动，然后我好像因为有进排名的样子，可能是因为。就是德全送我那个火箭的关系，对，然后系统不是系统啦，让公司就送我，就是，哎，我忘记送我多少，就是送我蛮多的那个浪花，可是浪花只能用在别人对不对？或是就是送你们红包，所以想知道就是这我也很想送给那个成员就是。宝箱这种东西不敢抽的都是猫咪。对啊，我最近都看到，我最近比较看到猫咪，所以礼拜日就是1小时半。对对对，没错没错。积分量嗨，加速，谢谢送我好多 love， 谢谢勋送我荧光棒。你可以丢红包？会啊会啊，今天会，所以可能要等一下。我先跟你们说，我今天会丢，只是看什么时候。谢谢送了，来看看猫咪宝箱最近中奖率下来哦，原来，谢谢送了傻眼猫咪，所以木宝箱是，一新高送以上的是赚到是吗？
可以上给成员，可只是那个很多是猫咪。原来，Luca 今天到十点哦，小林晚安，Jack 晚安。好痛！谢谢送我都看奶昔跟傻眼猫咪，碰奖都抽猫咪，真主播一直在叫，对呀、啊，他刚刚在睡觉哎。所以康乃馨是你们康哎、欸，如果是康乃馨的话，你们有赚到吗？噔噔噔噔噔，雨林前辈还没开来看，如果哦，真的，雨林前辈也是等等再等等会开，是不是？谢谢加速送我很多 love，没有赚，没有也没赚哦，原来。所以就是木宝箱的话，猫咪跟康乃馨没有赚到是吗？王家，谢谢加速送我好多了，只要碰墙叫就是都抽到猫咪，那我可能要叫碰墙闭嘴了。他8点半哦，了解，对，没错，就是这样。原来如此，所以我常常看到的什么薰衣草是100吗？还是心肝颂是100？还是都不是？碰奖零钱啊？对，那我就是我刚刚啊 A 级哦，原来，等一下哦。所以 A 级是你们就是为什么有分 A 级 S 级？是上很多就可以上过很多，就是等级越来越高是吗？米要谢谢上我 love， 不是让他学狗叫吗？薰衣草是100，唱歌是200。哦，原来猫咪20，薰衣草100。比如谢谢送我傻眼猫咪，米又上次没来，对不起哦，没关系，恭喜你考完试了。A 级 S 级就是价格不一样，哎，有分价格哦。原来如此，随机我哦是所以是随机吗？嗯，我刚刚在测新买的蓝牙耳机哦，真的、哦，应该是随机，好像是随机。原来我的话，等一下，我其实我自己也有蓝牙的耳机，可是，我不知道是耳机的问题，还是我那个我的手机的问题，就是看影片的时候，就是音乐会差不多慢了0.5秒左右。安安如卡，安安 Ben， 他刚刚左边没声音，吓死我！没有坏掉吧？木宝箱100兰花，铜宝箱500兰花。哦，原来只是什么 A 级、S 级的话就是随机哈。抽到的礼物价格会依照宝箱分级？诶，是吗？是这样吗？没事，连接不良而已。啊，对，那我跟你们分享，我刚刚啊，就是我看麻油前辈的直播，然后那时候就是我想那个让的礼物不是有那个吗？幸运草，然后可以抽奖那个。蓝牙耳机会有点迟，对对啊，好奇怪！你看那个宝箱是什么级的，就知道你赚还是哦。原来，我大概懂了。如果听音乐就很 OK， 通常 A 或 S 就是很 O 的意思。你去其他台丢几个就懂吧。对，所以我想说，就是我刚刚去麻油前辈的那个直播，然后我买，我送他幸运草，
然后幸运草不是可以送，是66兰花，然后可以送两个，等一下哦，可以送两颗兰花，然后还可以拿到那个抽奖的那个券，对不对？然后没想到我抽那个抽奖啊，我抽到最烂的，我抽到 Kiss 啾啾，然后超难过，所以我现在等花了100兰花，结果抽到傻眼猫咪的时候的你们的心情。幸运草要去转转盘，然后要按放入背包。哦，原来。德全晚安，超傻眼的，对呀、啊。最好办法还是不要抽。对，我一开始想说测试我的运气，那我现在我能懂那种傻眼的感觉，傻眼猫咪，碰见一直在叫，对呀、啊。我记得之前木宝箱刚出来的时候，怎么抽都是幸运草以上哦，真的、哦，幸运草换 Kiss 啾啾就是66换六兰花，对呀、啊，就是有一种哦浪费的那种感觉。早知道送他就是66的那个66别的礼物啦，对对对。所以我想想，就是好像我刚开播的时候。好像有啊，好像是道明送我幸运草，然后他抽到那个烟火，觉得很厉害。瑞卡可以做一个傻眼的表情吗？傻眼猫咪，宝箱抽到傻眼猫咪就是100换20兰花哦，了解。所以最近几率越来越低就对了。我刚刚的那个杂志也是幸运草抽的啊，真的厉害哦！所以你有赚到是吗？这不是厌世少女吗？厌世，小佳傻眼的表情很可爱，谢谢你。我看看哦，但是前面还是很多 kiss 啾啾哦，原来如此，啊，好像有机会，不是机会，因为我看的时候说明上有写，好像抽到献花的几率是最高，对不对？可是我抽到 kiss 啾啾。难过。ポンちゃんよく泣きますね。啊，最好热。看你是抽到什么哦。哎，我刚刚就是在卖奖。麻油前辈直播就是抽到 Kiss 啾啾，可是我不知道我有没有送到他，我只有按然后出现恭喜你抽到 Kiss 啾啾，我就很傻眼，还是我没有按到背包，所以我没有送到他们。哦，这样他叫了，你们都抽到傻眼猫咪，所以我要叫他闭嘴。啊！我要播音乐咯。没有，你要按放入背包。所以我刚刚是不是没有放入？谢谢送我傻眼猫咪。每个人再抽不一样的。哦，卢卡晚安，嗨。Gonna turn me, shake KB48 TP me, 下次再用就好。
你要按那个进入背包哦。OK， 我大概懂。那我下次他开播的时候就直接送他 kiss 啾啾，好像只能在他的直播间抽奖的话，就是只能送他，对不对？谢谢送我傻眼猫咪，卢卡这次是两个小时哦。对啊，等一下我要播音乐。没有可以送其他人哦，真的、哦。小家碰奖表示帮我开门，可以送别人哦。原来如此，那我要感谢送我烟火的他应该是在我这里抽到，然后送的。这次已经学会谈恋爱，吃幸运饼干哦，真的。我也想听听看，抽到就是你的，只是好像有时间限制哦，真假的？好吧，算了，如果。我忘记送牌，好像也没猜，反正只有一个 kiss 啾啾而已。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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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想我什么时候送你们红包比较好，8点半好了。整点的时候没这么快啦，背包礼物大概都10几天哦，真的那就好。我不知道是抽到什么随便抽哦。当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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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谢谢送我玫瑰，主播晚上好，晚安，451-6641，好想看表演，对哦，哎，可是我在想最近台湾好像疫情没有那么严重，所以。希望很快，越早可以见到你们。我换手机打字很慢哦，真的，我也好想换手机哦。谢谢送我告白气球。最近无人缺席，对，这是很好的一件很好的事情。哎呀，日本就不是这样。一天比一天零。我之前手机3-4年了，哦，好厉害，有一次可以用这么久。我这个手机好像是30几年了，大学，好像是大二的时候换的，还是大三？可是我都很少用，很少用它。希望日本在9月前疫情赶快好起来，9月才可以安心去日本。对啊，我也好想回阿公阿嬷的家，我真的很久没有回，那蛮久。对啊，那卢卡感觉跟我差不多久，只是我是没有在用，我已经换了手机，可是1年前换了手机，只是这只手机超难用。卢卡是手机控吗？没有。沙田县那边没事吧？啊，对，我们家我的爷爷奶奶的邻居还是对面的家，就是他们一家人，就是就是得那个病毒，而且听说就是。他们听说那个家族发现，就是他们得这个病毒是不是因为有咳嗽，就是一开始是因为好像是阿嬷跌倒然后受伤然后去看医生，对，然后还是忘记了，反正他们
一家人都没有一开始都没有症状的样子，所以就是蛮可怕的一件事。日本疫情，赶快稳定，不要看《爱娜娜》第五集。对，很多好像很多节目都延期了。老梁啊，中了肺炎，对，真的要戴口罩。我先去更新一下《娜娜》的那个。好啊。无症状感染，对，应该是。真的要保持安全距离，去医院就很有风险。对，然后，啊，对，那个好像就是。他们看医生前一天，他们一家人看医生前一天，好像他的阿嬷就是，坐了救护车，好奇怪哦。然后就是我家的爷爷奶奶好像有去他们那边，然后就是，昨天有听说就是你们家的阿嬷就是晚上看医生，后来晚上去看急诊，后来有怎样呢？这样，很可怕。为了声优的安全，所以延播。哦，原来台湾确诊都是从国外回来。谢谢宋分享的直播间。对啊，但是就是，对，也是要打电话关心一下，对。就一开始我妈有点生气，想说就是不能乱去别人家，对。虽然那时候他们也不知道，就是他们有得肺炎，可是，对啊，还是最好不要去。后来爷爷奶奶也就是什么症状都没有，所以我好像也没有，就是不是好像就是确定没有。得肺炎，所以我就放心了。当然是他们安全重要，可是因为我很担心。对呀，我也超担心。很多节目都是演播，或是我们的那个演唱会延期了。没有症状很难防，对呀。隔离期间出门还是被罚钱的，真。隔离期间哦，对呀。好像从，我的朋友好像也是从大陆回来台湾，那时候就是好像两个礼拜不能出门的样子。虽然他什么症状都没有，可是对，还是安全第一，自己都不知道自己有。我看的比赛也没有，对啊，很多比赛都延期。银杏人吧，其实坚持时间不长，应该还有，对，只是。聊天而已。AKB48 场盖的很好看，疗愈风格。去加隔离14天，对，14天，很久所以要隔哦，对。啊，对，然后那个朋友呢，因为两个礼拜不能出门嘛，所以他没办法交那个。他好像没办法缴他的手机费，然后就是手机费该怎么就是手机网络电话费啊，他就两个礼拜没办法缴电话费，然后就是中华电信他们就是让他的就是电话不能用，对啊，然后呢？警察好像就是常常会关心他，就是有没有乱出去，只是因为他不能没办法付电话费，所以就是电话不能用，警察也就是打不到他，所以他最后好像就是被警告还是怎样，我也忘记了。可是我觉得这样他怎么这么可怜？可以请别人帮忙讲报号码就好哦，好像也是空白晚安，
我正想也是在居家前哦，没想到更新这么快啊！欢迎回来。隔离14天，但是有人还是在卫生单位眼皮子底下偷偷出门哦，这种的不 OK。跟里长说我没钱，可以。可是变成无症状的话，好像隔离14天也无法确诊，是不是确诊？没缴大浪费钱。谢谢上午开的心。Sherlock 晚安。上次有一次太慢，缴费完路就断掉。哦，原来是不是你在一起？天干了满堂满地。哦，谢谢月亮送我，那是什么？就感性吗？谢谢送我很可爱的花。都能忘。8点半了，大家游玩之前很有一直敢听到就被鼓励一样，小佳你美玲前辈要安慰一下，为什么？等一下哦，我在，你们不要离开哟，嘿。有人吗？有人吗？我看看现在有几个人，有抢到吗？你问你妈要前辈哦，好啊，你自己还抢？对啊，想说，钻石的红包是几个人可以拿到哦，谢谢送我康乃馨。对啊，其实我可以不用钱。谢谢送我告白气球，耶，运气好。加油！刚刚发红包吗？错过了哦。对，我原本说，我一开始就说8点半的时候我会发红包。只是对不起，我刚刚是好像32分还是31分的说法。其实你们前辈发包邮这个我知道，很可怕哎。然后好像就是那个老鼠不知道跑去哪里，是这样对不对？这个时段播的人也蛮多，对呀，我就刚好8点半进来。谢谢送我很多康乃馨粉。等一下，你今天有2个小时对不对？今天是2个小时，所以哦 ，Happy 了，谢谢送我花。我看一下我剩多少。好，那就下一包就是最后离开的时候吧。9点59好了，9点59，嘿丢小佳你讲对了，游玩之前鼓励人，游玩之前人不放弃。学他，我们都有安慰你没零钱的哦，真的吗？我昨天有遇到他哎，可是他没有跟我，没有特别提我老鼠的事情。一个叫亚红啊，亚红，さっき红包投げたんだけど，ちょっと遅かったね。愉快晚安，刚刚错过了红包，可惜。你们是常常来看我的，他不想提哦，有可能就是，可能就是想到就，谁送的哦？谢谢，谢谢，感谢卡尼桑送我红包，卢卡是运气哦，真的吗？我没看到，卢卡手很快，我是看又上起来，突然看到手机。不是手机啊，红包，おねだりかと思った。違うの。さっきね、今日ランファーがね、この前イベントで
就是我上次什么樱花节的活动，我好像有进排名，所以呢，所以我就可以送红包，就是公司让公司有送我就是礼奖吧，算是礼奖。然后小佳母亲节要送妈妈什么？我还在想呢，因为去年送保养品，所以今年应该是还是保养品或是化妆品。9:59就改回会再送，对对对，我等9:59的时候再送红包，你们知道就好。礼奖，嗯，对，应该是礼奖，就是恭喜你，你进排名的那种。啊，对，这个好像就是，哦，没有没有，这个特效是好像播了50小时以上就可以拿到了。哦哦哦，恭喜恭喜，谢谢你，就是没有，就是我要感谢德全，就是送我樱花火箭，所以才可以去。啊，没有啊，不止他，其他人好像也有送我很多，就是樱花节的那个礼物，所以我要感谢你们。我妈都跟我说，我现在都有卡片了，她一张都没有。ルカちゃん急にランライブめちゃめちゃ詳しくなってちょっと、え、なんでなんで？なんで？没有没有，宝箱的话就是刚刚粉丝告诉我的，就是沙耶猫咪哥，看奶昔是不 OK 的，也不是不 OK， 就是没有赚到，就是新歌送的以上就有赚到，だってちょっとリスや，なんでなんで，赶快送妈妈一张。应该会，但是我们每，我跟我妹每年都会送她卡片，就是画我妈妈的脸。可是那个脸就是不是超级很，不是漂，不是画很漂亮，就是画比较搞笑一点的。啊，谢谢卡尼桑送我揪感心，好难念，揪感心，感心。哦，谢谢送我韩康奶昔，好可爱呀！谢谢送我爱你哦。所以木宝箱跟铜宝箱有差吗？应该不是像上次白板的那个吧？啊，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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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直接画卡片。さっきポンって言ってた。ポン？有こと？光田妹画的是跟上次画里那种一样，对对对，我妹的画风就是那样的画风。え、ルカちゃんその後もなんかギフトで遊んでた。啊，違う違う，就是我第一次送的就是最贵的礼物，就是刚刚的麻友前辈的直播间送幸运草。虽然我抽到的是那个 Kiss 啾啾，超难过，所以我想说，我可以，我终于理解就是。木宝箱抽到沙耶猫咪的时候的你们的感想。木宝箱丢一次100，然后铜宝箱500。哦，谢谢告诉我。哒哒哒哒哒。对，就是收到 kiss 啾送，收到 kiss 啾啾，可是说明上好像写抽到 kiss 啾啾的那个。几率好像是20%，所以想说，我应该不会抽到 Kiss 啾啾，结果我抽到那个，超可恶！可恶！よし、クローバールカちゃん、クローバールカちゃんリーの日だ。え、マジで？是刚刚在麻油前辈的直播间吗？抽了 Kiss 啾啾，几率都是骗人的。原来如此，谢谢加速送我 Kiss 啾啾。こっちで、あ、本当？你抽到了？你刚刚抽到的是为了送我吗？クローバー待ってたから引けた。本当？ハッピーラブシェリー送我很多キスチューチュー。あれはジバニャンのブランケット。え？被你抢？爱你哦！
谢谢送爱你哟，这是幸运草抽到的呢。阿里嘎多，爱你哟是不是抽到很多？第一次抽一定会中，不然还会有抽不到的东西。谢谢参与。哦，原来如此。可是我觉得 Kiss 就是跟什么都没有抽到，好像没什么差。对不对？一颗 kiss 就跟什么都没有。切尔东晚安。ちょっとある啊，也对啊，也对。对啊，就是至少什么都没有。gift 送れたい。そういうことか。哒哒哒哒哒哒，哎，这是日文版的。Kiss 就是特别长，而且刚刚粉丝，就是刚刚大家告诉我，我在麦强直播间收到的 Kiss 啾啾好像没有送到的，就是我放在背包里面而已，就是なんかバッグに入れてその後そのバッグを押さないとダメみたい。猫咪也很嘲讽，这样箱那样子，哎，箱啊，我是什么型的？木宝箱我没有，我不会。木宝箱，刚刚大家都抽到那个三元猫咪，所以觉得蛮可怕的。要按进入背包，原来。所以我下次卖墙开播的时候，就直接送 Kiss 啾啾。100の充電したらいいの出るかな？哎，有差吗？木宝箱如果按十次，几率会变高吗？感觉我怎么觉得不会？木の箱充電しとく。え、怖い。这如果全部都是三元猫咪怎么办？谢谢送我，谢谢卡尼莎送我超多三元猫咪。哎，有幸运草，哎，这是木宝箱吗？笑死！有连续一堆猫咪过，所以我现在不丢。原来，那我啊，他们想玩安。所以是不是幸运草的抽到好一点的礼物的机会，好像比较高一点点的样子？虽然我都抽到那个，虽然我就是第一次抽幸运草就抽到 Kiss 啾啾，哒哒哒，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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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所以。ジバニャンのブランケット使うから妖怪退治できるよ。我会跳。之前都觉得下一次绝对不是猫咪，结果都是猫咪，我就不骗自己了。很可怜呢。只好继续给他抽下去。哎，是不是有其他礼物？等一下哦。礼物的那个抽奖是？只有幸运草跟宝箱吗？一家奖もできる，什么意思？一家奖，一家前辈，等一下会开播是吗？今はその二つかな。哦，原来如此。嗯。哒哒哒。哒哒哒哒。没有，其实对啊，就是我刚刚在麻油前辈直播间送幸运草，是因为就是上次有人在我直播间抽到烟火，所以想说啊，我可以当第二个道明，我要抽，结果 kiss 啾啾，いいえ、君に伝えただけ。嗯，またなんかイベントやりだしたらなんかあるでしょ。あ、そうなのかな。哒哩哒哒哒。哎，就是发现我的运气没有那么
当当当当，当当，瑞卡老师，对呀、啊。给兄，听继续从。好，那我下次可能在其他，可能就是送其他成员幸运草，我会告诉你们我那时候抽到什么。やっぱり普段いいことしないから、え、そんなことないもん。如果ルカ难过，只好丢 kiss 啾啾安慰一下。哦，谢谢送我 happy love， 谢谢 happy love 送我 kiss 啾啾，谢谢你。我现在突然想听，我只想对你啾啾啾。我只想对你 say no 啾啾啾。可是中文版的我好像没有在 YouTube 上听过。等一下哦。もはやキスチューチュー投げたらバカにしてるしか見ない。小佳如果不会台语，请佳美妮阿妈还有你阿潘前辈。好啊，好啊。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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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我听，我不知道我要听谁的比较好。中文版的啾啾啾没发现哦，原来 team message 也没有吗？日文版是谁是原谁哪一个是原唱的？天頭夢中的那个吗？ルカちゃんならアカペラで歌えるやろ。あんまり詳しくない。あ、この曲。我只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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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噔握手。浩一晚安。我看一下这是谁唱。哎，有冈田奈奈前辈，哪一个？我怎么找不到？哎，次の握手も個別ラインになるでしょ？哎，没有啊，六月。哎，不是有握手，握手会不是没有取？好像没有取消，延期而已，对不对？阿潘可以很好，可以去跟他学校。好啊好啊，他那时候是长发，是 center 吗？我怎么不知道呢？长头发的钢琴前辈，不晓得先进去会先看到鹿台这里。次のって言ってるやん。あ、是的、あ、本当だ。对不起。真的、下一段握手会。那就个人吧。对不起。钢铁奈奈前辈很帅的感觉。对啊。可是这首歌的钢铁奈奈前辈好像比较可爱一点。我还是不知道哪一个是钢铁奈奈前辈。应该是他，哇，很有少女的感觉。哦，妈妈妹子们，那ちゃんは真ん中におるからな。ルカちゃんは串を持って歌いきれる。センター下手かな。若いから顔が違う。对，应该是对，就是好像真的是年轻的时候，六年前。其实一次握两个有点不太好，我也是哦。短发的那个，没有这首歌的那个冈田前辈是长发，跳舞表情很认真那个。
你星爷前辈蛮可爱的，他最近好像都走那个比较搞笑风格。可是我看这个影片，他真的蛮可爱的。那时候的甘甜前辈是走认真路线哦，原来。真ん中3人が当時 AKB で30してる真ん中3人岩田前辈小島子前辈西野前辈吗马嘉玲前辈是可爱我知道我知道上一个谢谢亚贝对对对亚贝风格那时候的雷奇真的可爱但现在整个变搞笑对啊我是就是一我是第一次看到那个西野前辈是已经是搞笑的时候所以现在看到很可爱的样子我蛮惊讶的各姉妹グループの実在エース集めて結成したのは哦原来如此谢谢送我告白气球谢谢邦雷なるほど AK 三个 AKB 一个 SKE 一个 NMB 一个 HKT 两个 HKT 原来如此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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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噔讲晚安他们三个之前来过台湾好像有听说过那时候有 fan meeting西野以全力ダンス出名的もう今凪ちゃんとミルちゃんしか残ってないほ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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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わあ六年のダ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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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送我告白气球ダ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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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へーなんか言おうとしたんだけど、何言おうとしたんだっけ。あ、6年の歳月ってこんなにも変わるもんなんだよね。それね、6年か。不是啊，我六年后，六年后的ルカちゃんは已经是おばあさん。想一下，我现在20，哦对吼，六年后我变30岁嘞。好可怕，我不知道那时候在干嘛。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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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KB 有30岁的人吗？好像没有哈，曾经有吗？那么你也30，一起变30，年轻，大人 AKB， 雪里そろそろ啊，现在年纪最大的是薄暮游记前辈吗？可是他好像。他现在是20几岁，以前是哈伦的前辈哦，对吼对吼，所以他那时候有超过30吗？六年后可能变成搞笑艺人，再演单曲，好像不只是当搞笑艺人，其实也需要很多训练。Yuki 林先輩29哦，真的 ，Yuki 林27还是28？为什么大家都讲的不一样？29、28。应该是他现在应该是28看到这个怎么念呢、啊、我都不知道为妻吗还是为西野前辈的第四个字玩 Kiki 一発就注定他要走搞笑路线森高千里さんみたいに永遠におばさんにならないほしいなアイドルあじゃあ森高千里さん流そう私がおばさんになってもダ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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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说想当第一位30岁偶像哦了解今年就29岁还没过生日哦了解哦哦哦所以目前好像没有人就是超过30然后没有超过30还在 AKB 的前辈，歌词我忘记了啦，
我只知道，私がおばさんになっても、ちゃ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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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打日文。私がおばさんになっても、以前有大人 AKB， 哎，对，好像我们公司的老板有告诉我，就是被选上的人好像只有一个人，对不对？大人 AKB 歌を教えてマミ、妈妈辈。什么吗？你只忘了姓什么？看到你很开心，谢谢。所以，那个就是被选上的他。现在还在当偶像吗？还是出一首歌？如果讲この時代の方がいい，有一个日本的偶像啊，他真的就是。我忘记他现在几岁，好像快50的样子，只是他的脸几乎都没有变，腿还是很漂亮。没有再当偶像了，之前还上过玩车。哦，天哪，原来如此 ，TDB 的时候来的。우리는사소우연아，小家之蛋不盖几面，哎，有听过，可是我忘记长怎么样，对不起。美音前辈们，若い子には負けるわ。若い子が負けてるけどね。本当に。真的。年轻人都输给、就是这个。现任总総監督ルカ要认识一下。每一天要记得啊，総監督。对不起，不好意思。原来。我还以为，やだ、横山さんで止まってた。我以为还是那个奥山前辈。哎呀，这个不 OK， 对不起，对不起他。那我听一下他的歌。欸，他有发 solo 曲吗？森高千里，对呀，对呀，他是你大前辈，我知道哟。这个好了。松田聖子は？松田聖子さんの方が割と詳しい。森高さんよりも。山口百恵さんの方が詳しい。松田聖子さんより。既然是谁？啊，对啊，对啊。这个的话，渡边前辈、高桥朱里前辈、向井地美友前辈。Hello， 山口百恵ちゃん、昔は可愛い。对，他听说朋友那个，哦啦。我蛮喜欢听山口山口さんの他的歌。哦，应该是。Desire。
Desire? Desire 在哪里？什么是 desire？诶，这首怎么会有箱子？诶，很奇怪，我看的这个版本是有它。诶，那个怎么会箱子？这个是哪？诶，怎么会箱子？给，中森明菜菜さんじゃない？应该是中森明菜菜，中森明菜さんだと思う。多分デザイナー。松坂さまに落ちてデザイナーじゃない？そう、なんか多分中森明菜さん好きだよ、その曲結構。チャチャチャスさんの歌、全部にも手にも入る。什么？睡衣？ドライブ的中文？睡衣开车？对不起，我不会念。ルカちゃんのその時代詳しい？多分。TDC かな？あ、わかんない。そうなのかな？对，パジャマドライブ。对，旅館そうだね。そうだね。Team B の曲？あ、是 Team B 的歌？好像。原来如此。他们三个都是 Team B 的风。天使の尻尾の次がこの曲。啊，そうなんだ。所以天使的尾巴也是，其实是 Team B 的歌吗？轻飘依旧，风一身爆破，想逃都逃不走。哦，原来如此。难怪觉得那么可爱。啊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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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哒。这个公演第一首是初日哦，原来，所以 Team TP 好像蛮多歌，就是我们唱蛮多 Team B 的歌。哒哒哒哒。远距离海报也是 Team B 的歌吗？遠距離ポスターもTeam B の曲だったりして B 公園都是神曲哦，原来ルカ有吃饭吗？有啊有啊，我今天吃的东西比较日式。白饭、味噌汤、煎蛋、鸡胸肉，还有那个梅子干、梅干し。遠距離ポスターは違う。あ、本当？当時の雑誌の対決で作った曲。うん。ダンス、杂志的对决。那什么杂志的比还是比赛 ？TP 的不是 TK 比较多吗？啊，真的吗 ？Team K 的歌曲比较多。我想一下哦。哪一首是 Team K 的歌？等一下，我们现在有的那个远距离 ，uni 曲是远距离，天使，绿草是 Team K 哦，ヤンちゃんと PV で対決してた。哦，なるほどね。绿草是 Team K。还有什么？然后公演也是 TK 的 reset 啊。什么公演？哎，这个讯息是哪里有的、啊？我怎么不知道？我要播远距离海报了。还有什么呢？还有什么呢？に返すと遠距離ポスターが解決した曲気にならないの？確かに、なんだろう。是哪一首歌？之前说下半年开始哦，所以以前就有说，很久以前公司有说吗 ？Choose Me 的曲，那我等一下播 Choose Me。
快来拿一手饮料。一首歌什么歌？就是刚刚有一个粉丝告诉我，远距离海报是有个假自由比赛，然后记得了吧？告诉你一下，就是他们有比赛的样子，然后有一首是 Choose Me， 有一首是远距离海报。对，比赛还没到，只讲一次，其他都没说。哦，原来，对啊，这样的话，我们 K 的歌，我们会的 K 的歌好像越来越多。下半年哦，可是我不知道，因为现在疫情的关系，可能会延期，或是AKB 蚕三四 team A 哦，原来。远距离海报的 center 是伯母前辈 ，Choose Me 是北原前辈，你觉得谁会赢？哎，不要这样讲了，哎呦！啊，这首歌我听超多次。因为不能只看 center 啦，说不定其他成员有很多。Luca 你喜欢吃什么？甜点的话喜欢吃泡芙。他是寿司。演员前面代表作不是什么大餐。哎，可是这首不是有紫原前辈吗？虽然还是喜欢 Team A 的 Ace 的歌。这个叫你首先叫不是别人吗？来年要多谢你。AKB に行くですか、それは。紫原前辈、北原前辈、还有大家前辈，那时候是，乡下组哦，原来。所以这时候的他们，AKB 选曲《北原大战》、《万子和大产枪比》、《死亡加速》、《死守》，都是真有真的，就是这样的歌吗？我喜欢你的笑声，谢谢。什么是北原大钻？是他一 solo 唱《大声钻石》吗？还是有看看咯。一宝圈圈晚安，那是一种是很魔性的歌声哦。北原前辈唱《大声钻石》没错哦，原来如此。哎，这时候的仙女是他吗？怎么忘记了？好像是拍 MV 时侧拍北原唱《大声钻石》哦。一回ラジオで大声で歌ってめちゃくちゃ面白かったやつ。あ、なんかあれ伝説になってるみたいな感じなんか。服装加速器是小岛菜月的版本。大声ダイヤモンド。ルカ会唱ググタスの空吗？我不会唱，对不起。这
也是 AKB 的，哦，好像是 AKB 的歌，那我播一下。小岛菜园还有真心店的哦，いや懐かしいね。ググタスって何するの？わかんない。什么是ググタス？可是很像韩文的，因为韩国有一个团体叫ググタス。现在哥哥他是不在了 ，Google Plus 给删除了什么？啊，水果冻？原来是，那我还以为跟韩国有关系，结果我什么都完全没有。それだけして出てくる、そういうことか。真的 Google Plus AKB48 Google Plus 全部以前 AKB 成员都会用这个 SN 哦，真假的？Google Plus 我没有用过AKB グループが初めて SNS 導入した時めちゃくちゃ欲しい。あ、なるほど、それまでなかったのか。じゃあ谢谢Striking 吧，送我感谢他南希。今ジャズが新鮮な当たり前になってるけどね。あ、まあそうだよね。そっか、時代か。時代。还要抢表演，一篇贴文最多只能有500个人。哦，原来。昔はブログとモバイルメールしかなかった。あ、確かにブログやってるイメージはあるけど、うん。ブログで中文叫什么？部落格吗？应该是部落格。我好像以前，我对偶像，爱豆的偶像等于就是会打部落格。现在停掉的历史文物，みんなで一コマ争ってた。あー、わかる。今我 YouTube 一コマみんな争ってた。同じ感じかな？あー、停掉。有的还会超过500，500以后500。哦，真的吗？是因为同时留言吗？松村香織の1個目でも分かんない。以前我都先他会文章留言再用修改一下。哦，没有。大概懂了。時代感じるわ、もう。なんか昔話聞いてるみたい。感觉在听很久很久以前的故事。说什么说？老人讲过，人气メンバーだとすぐ500いっちゃうからコメントできないね。哦，他说人气有人气的，有人气的成员的话，很快就500了，所以没办法留言。原来如此。次は何の曲かな？你知道这首吗？刘宪文，他不2秒以内你给我后面的口面就2秒以内500，好扯哦！哎，没错 ，Ice No Me。这首歌我觉得蛮好听的。
これも昔は CM でやってたの。あ、真的？我好像没看过。我那时候在台湾看不到他们的广告。センターは誰？え、我忘记他的名字什么？江口あゆ？好像是 CG 对不对？あ、江口っていうの？江口か江口かわかんない。ちょっと離脱する。オッケー、またね。ルカちゃんジバニーのか。ジバニー、ルカちゃん何時まで？14時我觉得这首歌真的好听，希望之后 Team TK 有播，这样我戻ってこないですね。啊，本当？有其他人的直播是不是？拜拜。我就想说，这个好像是业配的曲子，对不对？那可能就比较没有希望。要换回 TTP 成员的五官再做一个，哎，好像很好玩呢。什么？弟弟晚安。什么？林杰前辈的眼睛。然后思雅前辈的嘴巴，体涵前辈的脸子。好像。好像还蛮好玩的。可是我看不出来他的脸是爱美的脸是哪一个，就是好像每个就是眼睛好像是前田前辈，然后脸型好像是大岛前辈的，你们知道吗？思雅前辈的嘴巴，因为可以穿，对，我觉得他的嘴巴很好看的，就嘴巴跟字就对了。ルカの運動能力高さ無駄は什么意思？ルカちゃんの顔見ると変。え、不要讲这样好不好？あ、結束了。我今天就听以前 AKB 的歌好了。那什么？这个好像没听过。知道，厉害！哎，好像这个是 Team B 的歌，有 B 的范等级。谢谢弟弟王送我玫瑰，掌声鼓励，看好你哦！哎，有嘞，我刚没看到。
TV 福建听 TV 粉，放下我包。原来大家说的是这个，因为我没有被，我没有收入，所以我不知道。最后面包的那样子你转过去，哦，真的，最后是互相叫成员的名字吗？あ、なるほど。呼び捨てで呼び合うのか。お互いと。呼び捨てのジャンルにも知ったの。如果是宫田留家的话，ルカ、藤吉麻也前辈的话，麻也小三美女前辈的话，一点就是后面不会加什么什么什么省。什么什么讲？阿布玛利亚前辈的话就是玛利亚，对吧？有意思。我也还没看，等 Luca 直播完再去看那一篇。好，那我们等一下一起看。所以等一下，你刚说等一下会叫他们的名字，应该是不会说什么什么玛雅语的话，应该不是玛雅语讲，直接叫玛雅，应该是这样。卡丘文，哦，你到家了，辛苦了。最后半个小时，我想唱歌。我在想唱什么歌。喊完了哦，最后有应该是你们 call 的时候喊，是不是在副歌间喊的吧？好像原来是成员喊还是粉丝们喊？台湾不说称谓没关系哦，对对对对对，不说称谓。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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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にしようかな。一首，等我一下，我选歌，选歌。一首，也许他们各个成员会喊自己的名字。哎，噔噔，麦克风。好难唱哦，这首是 Beatles 的歌，只是他们的 key 不是给女生唱的，所以还是唱女生的歌吧。德全谢谢送我荧光棒，拿着那麦克。对呀，祈祷祈祷，收下那一。待ってね。ないかな、なんかな。あ、諦めるスピードが速い。でも、我唱カペラ。And there was music and wonderful roses. エコー太大了。And tell me sweet hidden meadows under. And you. 哦，这个好了。阿拉麦克的那个。
バックスずっと気になる。什么意思？バックス？あああ。今はこんなに悲しくて、涙も枯れ果てて、もう二度と笑顔には。なれそうもないけど。だ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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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そんな次第もあったねと。いつか話せる日が来るわ。あんな次第もあきっと笑って話せるわ。だから今日はくよくよしないで、今日の風に吹かれましょう。回る回るよ、次第は回る。喜び悲しみ繰り返す。下一首，你们知道的歌好了。等一下，我出现的歌都是这种慢歌。如果会唱《Can't Take My Eyes Off You》吗？曾经有唱过，可是我忘记怎么唱了。Can't Take My Eyes Off You， 那首好像蛮难唱。如果唱歌是不是习惯？对，这样好像最大声，还是这样。あと会えずにいたら、私は何をしてたでしょうか。平凡だけど、誰かを愛し、普通の暮らししてたでしょうか。時の流れ任せ、あなたの色に染められ、一度の人生それさえ捨てることも構わない。だからお願い、そばに置いてね。今はあなたしか愛せない。邓丽君，没错，谢谢送我感谢康乃馨。我怕你们会睡着，还是我播一下《Can't Take My Eyes Off You》。只是这个的话，我可能需要歌词。微笑，微笑，微笑。是这个版本吗？哒哒哒哒哒哒。好像有点不一样。等一下啊、哦！是这个吗？哦，好像是这个。谢谢送我偷偷喜欢你，弟弟玩。弟弟王，又卡唱歌好听，谢谢卡丘。嗯，是这个版本吗？怎么觉得不一样？可能我因为过感冒，还应该还好吧。我看一下有没有歌词。Can't take
of you. You'd be like heaven to touch. 对啊，不是这个版本，是这个吗？我看一下有没有歌词，好像是这个。我以前听的是这个。等一下。You're just too good to be true. Can't take my eyes off of you. You'd be like heaven to touch. Oh, I wanna hold on you so much. And don't let the magic ride. Like God alive. You're just too good to be true. Can't take my eyes off of you.你是不是没有反应？哈这个歌词出现的太烂了。你们喜欢面食的吗？好啊，那等一下副歌结束了，我播看看面食的。男的，真假的？这个 key 会太高吗？不会太高，只是刚刚歌词出现的太慢。这个吗？MITTTT什么意思？这个今日なぜイヤリングつけてるの？今天吗？偶尔会想戴吗？小青前辈晚安。小家可以做个人专辑。没那么厉害。难得小琴前辈来看我直播，好像是第一次。我买的第一张专辑就是《Miss》哦，他们。对了，哇、哦，好嗨哟、哦！哈哈。哒哒哒主唱叫麦哦，也太嗨了吧！And if it's like a night, I need you, baby. It's a warm and lonely night, I want you, baby. You and I say, I want you, baby. I'm in the dark, I'm in the dark, baby. How about the time for you? 我竟然还没追踪，哦，对，好像蛮多成员没有追踪我，没关系。谢谢追踪我，让独家追踪，这样我开播他就有通知是吗？我这首我没力，我没有，我唱的没那么厉害。嘿丢。Oh,
嘞，走，我可以唱的歌。哦，按错喽。瑞卡会唱 My Heart Will Go On 吗？诶，我好像没听过诶。你是唱日文歌吧？卡拉 OK， 我唱那个好了。刚刚因为大家都送我 Kiss 啾啾，所以呢。早安少女组有一首，就是一直啾啾啾的，一直会啾啾啾的歌。我听一首日文歌不错，哎，那你打打看，说不定我会唱。啾啾啾啾啾，萨拉巴迪。The Beatles I want to hold your hand， 哦，我知道啊。 I want to hold your hand， I want to hold your hand。 朝早くお出かけでグループで青い海 Yes I love 電車乗って日帰り。チ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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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サマーパーティー。チュチュ期待してます。今日可以唱吗？哎，没有，他刚才也来啊。真的吗？可是他们是这样。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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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不止夏天，有时候一年四季都蛮冷。对呀，我觉得今年的冬天好像没有那么冷。我现在有开冷气，所以应该还现在还好，不用这个。I want to hold your hand, I want to hold your hand, I want to hold your hand, 哒哒哒哒哒。小江，日本会热吗？日本哦，山梨县蛮热的，只是很干的，很干热，干热。
早一下。等等，如果讲英语，你会知道的，还好吧？嗯，哎，都是最近的歌。等我一下，看到卢卡也很热，太开心，谢谢小林。去南部冬天也是热，干热好啊，台湾是热很讨厌。干热的话就是太阳，就是觉得太阳很刺的那种感觉，所以常常会破皮。那你的一个呢？那你的一个呢？等一下，台湾我一直毛子会有点磨难，皮肤会裂。对，就是我去日本，皮肤状况没有很好，因为真的太干。卢卡是山林县大吗？嗯？啊，想问卢卡山林县大吗？比东京大，应该是东京太小。可是山林县应该还好。小佳，你怕晒黑哦？对啊，我已经这么黑了，我不想再黑。如果十秒内能摆几个拍照 pose， 十秒哦，一，等一下，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哎，我是不是做了两次一样的 pose？ 人が多い。ルカちゃん今は山梨を紹介のチャンス。山梨县算都市还是乡下？哦，乡下，就是山下。现在人数不多啊，太可爱了，小佳，谢谢。卡布伦的波多，对呀、啊，其实，就是拍升写的时候，很厉害的人就是十秒可以拍很多的 pose， 可是我是没办法。就是，所以常常做了一样的 pose。那你来一个呢？越来越支持小佳，谢谢你。牙痛系列可以好拍好几个 pose。牙痛 ，pose も苦手せずじゃない本当。感觉Luca能一百连拍。没那么厉害啦、啊，嗯，好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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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卢卡唱歌腔真的很日本，是吗？我唱日文歌真的好像有那个日本腔。那我唱桃色幸运草的歌，这个好像上次有唱过，是这首吗？忘记。啊，拆麦克风了，一笔到十就可以了。嗯，按错，这是好事啊。但算是好事，就是有特色就对了。但讲中文、没日文强，真的吗？打拆麦克风，就打拆麦克风。勇敢な挑戦者たちがリンサイドに現れた乾杯のドラマを脱いでダンスを大星を掴むまで怖すぎる夢はそこのパートナーでライバル高め合った勝負さゴールチャイムマークタ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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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タ本気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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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取りに行くから飛んできてここは二度あるチャンスへの下克上盛り上げちゃいまくスパンサレ手まくスパンサレなんて言えないよ突き破っちゃまくスパンサバイバルなミスなくゲームなくユ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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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立ち向かうクリンチェリンチェリンするままMilky Lips, Mama, Chai Max.
这首歌好累。好怀念桃色薰衣草。对啊，我好久没有听他们的歌。全身の遺伝子、全身拡張子、歴史を書き換えるの未来史。そろそろ気になって嘘そこ探しまじそうな心。逃げたもよったもり叫ぶハートを震い立たさるパラフルな愛言葉。ゴングチャームマークダ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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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累哦，这首歌。可是桃色薰衣草他们很厉害的，就是他们可以一边唱，然后一边动很大的动作。ももクロはどの曲が好き？我最喜欢好想哭冬天。那一摘手榴啊，德轩谢谢带我去流浪，唱得很有味道，可以唱 Coconuts 吗？夏天，有人知道这首歌，好厉害。那我播，我前面忘记怎么唱，所以我跟他们一起唱。谢谢弟弟啊，送我 kiss 啾啾。So go 啊，对，想起来了。觉得有时候刘佳杰像小林，没有了。どこそこあそこ見つからないぜ。パパイヤマンゴーココナッツかき氷いちご味ベロを出したら真っ赤っかおい長所残暑水着しょっさいチ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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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ココナッツイエイカチカチに燃えてるお日様場所はどこも使えて待ちわびた季節はさまさま思い切ってガチャタビキにすごく照れるけど負けらない日焼けどことこのつフレイバーファッションはどこのつレイで紫外線どこのつレイザー。对啊，这个歌词很可爱。ドキュードキュー君の視線信号大爆発旅人でどこのつべいでかきくけここのつべいでさ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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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イエスコ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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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ナッツココナッツココナッツ。ペロン味ペロを出したらゾンビだ。正面叩きてボンダンスステイチ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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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それチャ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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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ムシムシうんざり熱帯夜。歌手はどこも綺麗で。ココナッツジュース飲みたいな長いようで短いサーモタイムやっちゃったもん勝ちどこのつべいで立ち位でどこのつべいで立ち位でここのつべいでさあさあサーモタイム Yes! コ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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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ナッツコ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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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ナッツココナッツ。
上车，扣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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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conuts 的中文是什么？ Coconuts。Coconuts。ちよちのさま、くじゅくじゅさま、あいすべきあま、客も咲いたま。あ、对、叶子、叶子。这首歌就一直一直唱。耶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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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子。笑死。啊。那休息一下，我要唱别的歌。这首歌太嗨了，想听原歌哦。我听一下，我不知道滴滴玩听过什么原歌。北の酒場通りには有听过吗？没事。哎、欸，这首好像上次唱过。白川大空南風恋し咲くあの北国の耶耶耶耶子ルカ会唱 Smiley 吗？哦、oh! 会いたい時にはダ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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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ダ。我找一下严歌。听过吗？等一下啊、哦！是这首吗？等一下，不是。北の酒場通りには長い。其实严歌的那个唱法其实真的很难。所以我试试看。北の酒場通りには。这是谁唱的？邓丽君的版本。北の酒場通りには長い。カニの長に合う津軽海峡冬景色很難。え、我好像可以唱。有看歌詞的話應該可以。北の酒場通りにはあ、好、我要認真唱了。啊啊啊！哒上の初の夜行列車降りた時から、青森駅は雪の中。北へ帰る人の群れは誰も無口で海鳴りだけを聞いている。私も一人連絡船に乗り凍えそうなカモメ見つめ泣いていました。津軽海峡冬景色。え、原歌唱法真的好难。
我是没办法完全模仿他们。谢谢林国送我舞台公演 ，Thank you。乐团的腔唱严格真的很好听，谢谢。有点好听。我开冷气还是很冷啊，很热。あれが夏目岬北の外れと見知らぬ人が指をさす息で曇る窓のガラス吹いてみたけど遥かに霞見えるだけさよならあなた私は帰ります風の音が胸を揺する泣けとばかりにああ津軽海峡冬景色嗨疾风凉碰奖也在叫了瑞塔会唱妹妹是个别哦以前超爱听さよなら我要改那个唱法私は帰ります風の音が胸を揺するだけとばかりにああ Luca 的冷气温度吗？27度。欢迎晚安，放强也跟着唱，对呀、啊。啊、哦，这首歌需要那个技巧。哎呀，等一下哦，对对对对对对，我要发那个东西。好，大家准备好了吼，晚安喽，59分了，哎。给你们抢，好像应该要帮你出一张严格单曲，我觉得不用出单曲，可是之后希望有机会可以在你们面前唱。谢谢送我幸运草，抢到了，恭喜！我这次就没有抢，给你们抢2个9蛋啊，真的吗？九蛋用2个账号抢是不是？好像不错，好看看哦。对，线上只有28个人，所以3个人可能没抢到。不会的，四蛋小佳佳有竞选吧？对，不知道有没有机会。哎，现在我就是公司完全没有告诉我们，可是之后。就是已经告诉了，然后我不知道，哎，没有，我已经告诉了，然后如果我没有被选上，看到就是加油，四单加油竞选吧，这个留言我可能会哭，哈哈。现在这么有兰花啊，对，就是，活动有上排名，所以公司送我，好像送。2000兰花吗？差不多。我今天就发两只，哎，2包红包，所以下次就，我在想下次发一包，隔天哎，下次再发一包，还是下次就直接发2包？瑞卡将会上的加油哦，谢谢。很多事情都是成员知道，但我们不知道哦。对，只是真的，哎，关于四单的，我确实什么。目前确实什么都不知道，尽自己最好的表现。嗯，我干爹莫吉纳德鲁卡讲，哦，谢谢送我玫瑰，不要给自己太多压力，对，只能许愿。谢谢大家，没事。那剩3分钟，我先念排名好了。嗯。
ち二つふるさと後にして、唱一下一つ人より力持ち二つふるさと後にして、花の東京で腕試し、三つ未来の物大大ちゃんちょれい男、てんてん天寒の田舎ペ。好，今天的第十名，我要麦克风讲，是，但我会尽量多问几次。好，谢谢你。今天的第十名是陈家树，陈家树，谢谢。今天的第九名，宫城明宪 AKB48TP 名，谢谢你。この歌名前は何だっけ？大ちゃん数える歌。广播前唱一下这首好了。有一个动漫的曲子，可是唱歌的人就是天堂有西米山，就是有一个演歌的歌手很厉害。好，第八名玉安，谢谢玉安。第七名是甲骨文，谢谢。是丹要握入卡，好，八尾我等你哟。第六名是保护队，保护队，谢谢。今天的第五名是田中弟弟王，谢谢。今天的第四名，哦，恭喜 Happy Love， 耶，谢谢 Happy Love。今天的第三名是林果 Lingo， 谢谢 Lingo。三单就会找 Luca， 三单的话好像是六月，对不对？那六月的时候等你。第二名是班尾，谢谢。三三就可以见面了，等你等你等你来握。哦，今天的第一名是青鱼果与小可爱的德全，谢谢。ありがとう。那最后唱那首歌，唱大奖卡数える歌。结束吧。一小三人会找路卡，可是战术不多，可恶。哦，真的吗？没关系啦，记得来看我，来看我就好。三张专辑吗？对呀、啊。欸，不是这个，不是这个版本。还是感谢 Luca， 你是今天的第一名，真全，恭喜你！一つ一つ呼んで，唱错。一つ一つより力持ち，二つふるさと後にして。花の東京で腕試し、三つ未来の大物大大ちゃんはちょれいい男、天天天寒の田舎。好，谢谢大家今天辛苦了。早知道吃松眼的土也要多买啊。没事啦，那就等我们等四单好不好？四单就可以 one by one， 对不对？one by two 跟 two by one 差很多欸。当时对 Luca 没这么熟悉，只填了几张。哦，对啊，当时只有二月，好像是二月，而且我还没开，那时候还没开播。哎呀，可恶的疫情。好，后天见，对，后天见，辛苦了，晚安，晚安，卢卡酱啊，干嘛酱杯啊，恶魔，拜拜，拜拜，卢卡，拜拜，辛苦了，谢谢，辛苦了，卢卡，晚安，早点休息，好，拜拜，爸爸，爸爸，爸，后天见，小佳，晚安，拜拜，拜拜，应该差蛮多的，对，我也觉得，哦，谢谢江坤的最后送我 kiss 啾啾，米娜全是叔叔，拜拜，晚安，拜拜。